好，开始了。它这个讲就是语言模型是否真的在那个时间预测上比较有效率。然后就是说，大语言模型它现在的研究主要是看它能否应用于时间序列的预测任务。然后这个研究它在用三种效用方法对语言模型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之后，它去看它的那个效果会不会降低或者会不会改善。然后这个研究它的主张就是，用于调整语言模型进行时间序列预测的流行方法与基本消融的表现相同，或者甚至有更差的性能，而且它的计算量也更大。然后他发现现有方法在已建立的时间序列任务上，利用预训练的语言模型的先天推理能力方面做的比较少。他是提出了三种简单的效用方法，然后用13个基准的数据集去应用这三个方法，然后发现大语言模型它没有特别的，就是相较于那些被消融的方法，大语言模型它并没有特别的改进这个它预测的效率。然后除此之外，他还看预训练它是否对 LLM 的那个预测会有一些影响。他发现，这些就是初始化的权重对预测性能并没有非常明显的影响，然后也没有迹象表明他们在少样本设置中会有非常明显的一些优势。然后最终他得出的结论就是，以 patching 和 attention 的作为编码器，它是可以达到和 LLM 比较类似的效果，然后它的那个计算量之类的它也比较少。那就是说，这篇文章讲完之后，就是大语言模型在时序里面基本上没啥用了，是这意思吧？他的建议是，就是不是时序预测，他建议是做就是时序推理和社会理解这两个方面。就是我没有去看我之前看那篇文章，就是之前那篇文章他是说，LLM 它的时序预测也是有用的，但是就是他要把什么那个 attention 维度和那个什么时间维度要倒置一下还是怎么样？就那篇文章我当时没太搞懂。哦，OK，行，你继续看吧。然后就是它的相关工作主要是三个方面的，第一个是使用 LLM 进行时序预测，它就列举了三个相关的研究。然后第一个是在 GPT-2 中使用微调转换器模块和位置编码，将预训练的 LLM 与预测任务中的时序数列对齐。第二个是他提出一种微调方法，然后这个也是实验中用的一种方法，然后用于这个 GPT-2 进行时间序列预测。然后就是，他认为还有一个研究认为，就是这些模型可以扩展到对健康时序这方面，就是比如心率和每日的脚步声。然后这个是在少样本环境中，相较于监督神经模型比较有优势。然后就是第二个方面是，有关大语言模型在训练模型中的编码器，就是它为要从文本中学习的话，就是原本的文本它必须被离散化并编码为单词的 tokens，然后时间序列它也要被分割成重叠的 patterns，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有效的缩短了时间序列，然后保留它的特征，然后是其中一种方法。另外一种方法是根据趋势、季节性和残余成分的分解方法。然后第三个是，就是相较于时间序列来说更小而更高效的时间那个神经模型，就是这些模型的话，它更小，但是它比较高效，然后它是优于这些笨重的同类型框架的，像 DL linear 这种。然后就是它有关实验的设置，这个实验中它主要运用了三种LLM 相关的模型，第一个是one fits all，第二个是 time LLM，第三个是这个，然后就是。第一个是将 layer norm 和 pattern 应用于输入的时间序列，然后将这个馈送到线性层来获得相应语言模块的输入，然后语言模块的多头注意机制和前馈层是被冻结的，但是它那个位置嵌入和层那个 layer norm 在训练过程中它是可以优化的，最终是用线性层将语言模块的最终潜在状态转换为预测，然后是 time LLM，它是通过时间序。
它是输入时间序列通过 Python 进行那个 tokenize，然后利用多头注意力机制与单词嵌入的递位表示对齐，然后将这种对齐和描述统计的特征嵌入，然后传递到那个被冻结的预训练的语言模型，然后再使语言模型的输出会这个再我们通已过经一个，看过了啊，这个我们已经看哦，过了，对吧？这个 TimeML 当时是你讲的吗？我记得我们已经讲过了，啊，可能不是你讲的，对吧？啊，到时候你可以在那个 B 站上你可以去看一下，就那个 TimeML，嗯，对对，是我们已经讲过这篇论文，然后下面这个，哎，不，这第三个我还没看明白，第三个。然后就是那个第三个，它是就是每个通道它视为 token 来嵌入时间序列，然后这个我也不太明白什么叫文本分支，然后就是它使用交叉注意力将时间序列与文本语言模型的词嵌入的那个递位表示那个对齐，然后这个也是被传到被预训练冻结的语言模块，然后经过这个之后再是。是，就是它应该有，它是，然后就是另外一个分支，它是通过那个时间序列的预测，那个序列学习预训练的语言模型机制适配器，然后去生成推理的时间预测。这个第二个和第三个不是有点像吗？感觉都是跟就是文好像本第进三行个它递是位，有两个分支的，但是我不知道它两个是并行的分支还是什么意思。听起来应该是并行的，但是本质上它还是跟文本去进行一个对齐嘛，对吧？都是在低纬度上这个表示跟文本单词进行对齐，本质上就是用文本去描述这个时序。它好像就是它下面就是显示，就是说它那个这个参数是不同的，一个它用的是那个就是注意力机制和那个 layer norm，然后一个用的是那个地质适配器。Laura 对啊，Laura 是微调用的对。啊，那它其实是，它是相当于是个，类似像 Laura 这样子的，就类似于描述的。那的话，它的参数量肯定会少很多。对。那再往下看。然后它就是它实验相关的设置，就是说它数据集的话是有8个基准的数据集，就是有关电力的，然后疾病、天气、电这些，还有这个是新冠死亡率，这个是就是出租车，然后这个是那个经济相关的，然后它评估指标是 MAE 和 MSE。然后它这个是研究用了三种效能方法。第一种是就是完全删除语言模型，然后直接传递到最后一层。第二个是将单个随机初始化多头注意力替换语言模型，就是它用 attention 替换原来的 LLM。然后第三个是用随机初始化的 transformer 替换语言模块，就主要是这一层的那个不同。然后就是实验的结果。然后它第一个结果就是说，LLM 对时间序列的预测任务，它并没有非常强的效率。然后就是它这三张实验结果，就是三个那个语言模型的，就是它看下面那个 wins 那个数量，就是说它那个相应的第一列是相应的 LLM 嘛，它相应的 LLM 跟其他相比，它并没有取得非常明显的那个优势。我看一下啊，它怎么就没有明显优势了啊？我看一下，第一个它的 LLM，它为什么看出来没有优势啊？就它是那个相当于误差越小越好嘛，然后它就是看 wins 的那个数量，它 wins 的数量它越多，表明它的那个效率越好。它左边是它 MLM，然后它就跟上面的 without LLM 去比较，发现。它这个 wins 它十每二是啥意思啊？wins 十二就说 without LLM 那个反而还赢了十二次，是这意思吗？对，但是就是它这个红的，它数出来它没有12个，就是我也不是很清楚它这个是怎么出来的。5、6、7、8、9、10、11是12个，没错啊，1、2、3、4、5、6、7、8、9、10、11、12是12个，它不是，是十不二是个，八？来吧，下面还有两个呢，最下面还有对，两个，下面还有两个呢，对吧？哦，不是这边，就后面有一张图，它好像是有一个是，就是我数出来是6个，但它写的是7个，就是，啊，那反正然这后张它图后就面有，是这张图是没问题，对吧？然后就说它比较起来还是这个 without LLM 反而更强，对吧对，？OK，
然后就是他为他他换了一个方法统计，他就是每个就是有提供95%的自举置信区间，然后他就是发现除了就是左上角的那个那一块就是原有的那个 LLM 比骁龙之后的表现相对好一些的，其他基本上都是骁龙之后的表现更好，而且就算是在这个原有的表现较好基础上，它的置信区间也是有大量的重叠的。就它越靠近左边那个性能越好。那费了半天劲，就是加了这个他们 AI 这个语言模型，加在这个时序预测里面，就用处不大了。我感觉它是这个意思。然后他有什么建议吗？比如说什么，有没有什么场景是LLM 比较好用的，在这个时序里面能用的，有没有这种建议啊？这个好像没有，他就是直接建议换那个用换 LLM 的那个应用领域了。他最后就是就说以后咱就别在他们 series 里搞事情了，是这意思吗？没有，他说是不要做 time series forecasting，但是可以做 time series reasoning。Reasoning 做推理是吧？对。那 forecasting 和 reasoning 有什么差别？我想想，forecasting 是你有现在的一段时间，然后预测下一时间段的东西，对吧？对。那你 reasoning 不是也这样吗？reasoning 你有了这个时间，然后你推导，你去判断，那这个有什么差别我以吗？为推导是对，就是已有的那个类似于统计分析这种了。已有的统计分析。他有没有什么举例子啊？比如说 reasoning 是怎么样子的例子，然后没有，他就 forecasting，最后写了一句话。这我有点不太理解了。我觉得 reasoning 和 forecasting 不是有一点重叠的概念吗？他好像也没有解释，就是。好吧，那再往下看，我再往下看吧。然后就是说，看那个他的那个计算的消耗它是怎么样的，然后他评估了他们的计算强度，然后可以看出来，就是 LLM 它所需的时间和参数量它明显是偏高的，像这三个模型它平均时间是修改后的28.2、2.3和1.2倍，就是看参数量和是那个时间的消耗上。是啊，是很夸张。你看6653、6652 with 是吧？without 直接就零点几几了。对。然后他们的准确率好像差异也不大，对吗？就前面显示差异不大。我就感觉对这个工作有点多保留意见啊，这是谁写的？我再看一遍。如果都没有意义的话，我怎么觉得 Tom Series 也是一种 reason 啊？就是Virginia。所以他有些之前不是有一个说是要什么两个维度上倒置会好一些，是吗？好，那再往下看，再往下看。然后就是他时间较长，然后他的那个预测精度，它并没有就是说，特别的高。就像有些它是那个误差是比较小的，但是一般来说，就是它时间它明显是耗的是最多的嘛。但它预测精度它并没有就是说非常的高。哎，我有一个疑问啊，健康领域里面的数据，比如说他刚才说心跳，这种属于 time series 的。那比如说我疾病的演化呢，这个人的症状他现在是属于一个什么生理状态，然后我给他吃了药，或者说给了一些救治方案，然后再有接下来一个阶段，这个属于 time series 吗？这个也属于 time series 吧，应该是吧？听起来是属于，对，那这样说起的话，那这种是不是也不能用？好像我觉得应该建议有不一是个很数对。据集，就它有一个数据集是那个新冠死亡率还是那个什么的，我感觉哎，跟这个那比它较死亡接率近。里面那个数据是多复杂呀？就说，它只是简单的评估这个，就是它里面是否有病人的各种生理参数，然后再怎么着的吗？就是我想知道它具体的那些数据集，它里面的数据是怎么样子的？那我待会儿找一下。那再往下看看完，等下看完记得再看看这个事情。怎么跳起来了？对，再然往下后看。就是，你再往下再说啊。然后就是说，看那个预调对这些这个语言模型它能起到多少作用，就是它分为它是否有预训练，然后是否有微调，然后它就是说发现在相关八个数据集中，预训练加微调方法最好的就三次表现最好，然后随机初始化加微调的方面是8次表现最好，就是然后就表明就是主要起作用的是微调，而不是预训练。然后就是他
他试图看一下，就是在大语言模型中，它的那个时间序列，它是否相互有那个依赖关系。然后它就是有三种起拍，然后是还有整个的那个 masking。然后他发现就是洗牌之后，就是不管是不是消融，它那个性能就是都会下降嘛。然后但是LLM 的那个方法，它并没有比其他的下降的更多，所以就是不能说明它的那个。时间序列之间有非常强的那个依赖性。然后就是他探索一下他在那个少数样本学习场景中是否有比较好的优势。然后他认为就是说，没有非常强的意义。然后他这边他就是，但是我感觉他这个好像就是效果还是挺好的。然后他这边他说有7个，但是感觉实际上只有6个。他这里意思就是说，拉玛模型这个胜率还比较高，是这意思吗？对，他不是他原来说的是，就是说他认为这个两边都是8次，就是我感觉他的八次指的是这个和这个8次，但他原文中写的是这个和这个有8次，然后这个也有8次，然后就感觉就比较奇怪了。不是这个图我有没有明白？我这个图没有明白，这个图的意思是啥意思的？这是比如说模型用拉玛，然后下面有这么多数据集。每个对，数据这个集是 MAE 就和是。MSE 嘛，这个越小越好嘛，对吧？对，就是 Llama 它是原有的那个模型嘛，然后这个是3个效容方法，这个是不同的数据集，这样看然起后来就还是，是有点用的呀。对，我也觉得，但是他说对没啊，有用，他然后，只是说他是不是想说，比如说 without Llama 它也有7次，也就是说你费了那么大劲的 Llama 模型拿过来用，你顶多比我多了一个，所以就没什么他用，可能是是这这个个意意思吗？思，我觉得可能是，但他好像是。就我觉得数据上有点问题，因为它这个其实是6个嘛，但它写的是7。对，而且它的差异确实也不大啊，但是对。Llama 的计算量和参数量会比这个 without LLM 要大很多很多吧。是。然后就它这个它换一个模型，它就是会比较明显一些，就是 GPT-2 它是比较明显。OK，哦，这里就比较明显了是吧？那 GPT-2 不太行啊，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GPT-2 不太行，Llama 就可以，也就是参数量如果再大一点，是不是可以更好一点？不知道。或者说它也没有经过微调，对吧？刚才虽然它有一个地方实验说微调也没有多大帮助，对不对？没有，刚刚那个是预训练没有多大帮预助。训练没有帮助，对。那微调呢？我记得前面还有微他调，就对是吧？说，在相较来说，他就是他是要表明，就是语言知识对预测帮助它是非常有限。然后就是这个是我自己注的，他就主是。要是微调起作用，对。那好，那我就理解，那这么理解的话，那比如说拉玛三如果再做个微调，是不是这个性能会变得更好呢？你看，这里已经拉玛已经，它不一定是拉玛三啊，不知道拉玛几啊，反正这个拉玛已经八了，对吧？那因为它没有对这个做任何微调什么之类的，那如果做微调，会不会做得更好？但是他前面那个里面就是说他甚至他就是不预训练的比预训练的要好，就他随机初始化的比预训练的要好。这个能说明啥呢？这个。预训练说明它是有一些语言基础知识的，语言基础知识在这个里面没有起到作用，它只是想说明这个。但是我怎么觉得好像还是有点不太得劲儿，感觉。语言基础是这个就像什么？我举个例子啊，你这个人学了很多通识教育，读到大学了，然后现在给你去学医学，学了医学的知识，你现在变成医学研究生了，然后我现在告诉你说，你不用读以前前面的那些什么大学、初中。教育的，我直接给你上研究生课程，然后你这个作用呢，跟刚才那个人比差不了多少，我觉得这个有点怪怪的，坦白讲，是有一点，我觉得有点怪怪的，我觉得他数据集可能这种地方还是有点问题，可能，所以我想看看他的数据集，比如说我最主要看那个 illness，他的那个疾病那个数据集，他长什么样子啊？到底是，再往下看，再往下看。然后就是他比较出来，就是认为那个 pattern 和 one layer attention 结合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就是它相较于这个。前面两列之外，它是一个，就是相当于是它的性能是比较好的。然你这后个就表，是康，这个表能说明这个问题吗？
就它那个它这个对应是 PI tension 吗？啊，对 PI tension 有四，对不对？有为什么是四啊？为什么下面是四？我都不明白它为什么下面是有个四。它好像是分了两部分，上面那个。对呀、啊，那你两部分那个 pay attention 那个下面也没有哦，它有四个蓝它色的是是吧？蓝的和红的都算在一起的，它就是哦，第一、对，第二都算。哦，第一、第二都算在一起。好像还是有点用的吧？我也就是这个他的意思就是说成绩 TomLLM 好很像还高是有感用的觉。呀。TomLLM 有三个红色的，两个蓝色的，那说明第一名基本上他包办了，对吧？对。然后第二名有两个，对吧？这不差呀。他想说明自己的观点，就是会感觉就是要找一个比较有利的一个统计指标，就是。好，那再往下看吧。这是个最简单的模型，其实。然它后这个就时候就是，相当于没有免信的提高，对吧？我觉得没有必然后就要是。重心放在实际，建议将研究重心放在有关时间序列推理和社会理解上。那对呀、啊，你比如说它这个 earnest 的数据，对吧？它的数据是包括它说 weekly recorded 的这个 earnest，然后from the which describes the ratio of patients seen with the influenza 这个 like earnest。to the total 呢？所以它就是一个比例，对不对？它只有一个百分比，对吗？那你既没有每个疾病的每个人的，比如说他的验血报告，对吧？也没有他的服药的一些治疗，啥都没有。它只有一个，说白了，我只有一个它就数是字，对不从对？数学性质上去对，它就运是一个行数的一字。个。那当然是没有用的呀，因为语言大语言模型本身是可以在语言知识里去提取。你想，我们正常人去看病，医生难道只通过一个数字来判断你吗？肯定不是啊，他肯定比如说他会望闻问切，我就说他妈中文里面望闻问切好了，我好歹去问问你看，你说哎，你的家族有没有什么病史？你吃过什么东西，对吧？你最近身体状况如何？他要总结性的词语的，有了这些数据之后，你再去判断他接下来会应该用什么样的诊疗手段，然后在临床上面，我给了你，比如说打了什么激素。或者说用了什么药物，需不需要吸氧啊？然后再下一步的情况去判断你下一个 state 是什么状态，对吧？那你这个里面有很多描述性的东西的，你这个语言模型一定是有用的。那我现在看到这个 earnest 里面，它只有一个，你看 ratio of patients to the total number of patients，它他妈就是一个比例，那当然没有用啊。所以它的数据选的就不好，对吗？我现在是看的是 earnest，我想再看看其他 weather，我估计也差不多，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数字比它例。都是数据，它没有其他辅助支撑性的一些啊，东对呀、啊，西。那你当然啊，这种说明你的数据选的就不好。这篇文章，你在选那种只有数字的这种文章，那当然 LLM 它无法起到效果。LLM 本身它是有通过文字的一个推理能力，就是我们人存活在这个社会生活里面一个最重要的东西。我们去做逻辑推理的时候，就是我们那个学的那个文字推理能力。我们就知道前因后果，对吧？我们看病的时候也是有前因后果的。啊，我现在身体状况很糟糕，对吧？我年纪几岁了？我们家族有遗传史，对吧？然后我还有什么就是附带我有高血压，然后我现在得了新冠，所以我接下来应该怎么怎么治疗？它有一个文字的理解的，它里面什么都没有，光一个 patient 的一个 ratio，你当然不行啊，这开玩笑，这实验做的数据就取得有问题。肯定不行，我觉得这个文章有问。虽然他是华盛大学啊什么的，Georgia 那个 University，我觉得这个论文有点问题。坦白讲，他直接就因为这样子，他的实验数据就有问题，而说 LLM 在 time series 的没有用，很容易引发人家的误导，好吗？行吧，我大概知道这个论文了，可以，OK。